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，今天又是新企划，名叫吃饭配肉肉进度番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想让大家在闲暇放松时，能给大家一个追剧的进度番。我们会精简游戏的过程，并且重新吸收解释给大家，让大家有如在追剧一番，享受游戏内容。今天就让我们继续《痞子英雄太索斯遗迹》吧。继上次挑战完沼泽地区的威勒斯塔地下城后，我们收到了征召，继续前进下一个地区。我们紧接而来的是带有冒险感背景音乐的密林地带，想要前进必须穿越密林地带，但是在旅途的过程中遇到一对父子，他们告知密林里没有指南针是会迷路的，而且他们已经尝试了无数次。就在不信邪的我们走遍了密林后，果真反反复复就是无尽轮回。于是在为了解决这个轮回，我们在大地图上的指示找到了位于仪式山峰的一处隐士人家。屋主安迪表示他身上有魔法指南针，但他不轻易把东西给人，只因为我们最近把附近的怪物处理得不错，他就将指南针赠予我们。在魔法指南针的帮助下，我们深入密林，找寻到了三座位于熔岩中的小地城。小地城内各自有数个机关，需要靠大锤子敲击才能按下。在各自的小地城完成按钮后，熔岩就会下降，但在进入小地城的过程中，也会遭受到无数的岩石袭击。路途上风雨交加，在完成三座小地城的谜题后，我们顺利将最大的熔岩池高度降低，我们也间接找到了第三座地城菲洛铁克城。地城入口处似乎被许多巨石阻挡，但细细一看发现城墙边的草堆旁应该就是进入地城的小路。接着散尽身上的财产后，进入到血红色的地城菲洛铁克城。背景夹带的氛围越来越凝重，但菲洛铁克城与前两座地城的差异又变更多了。每个房间的关卡也都跟之前不同，虽然如此，但相对的怪物却没有之前那么多，反倒是宝石数量确实是之前的数倍，看来是累积财富的好地城啊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背景越的气势够好，让我们能战战兢兢的降低沿途上的伤害，也能确确实实的把所有房间顺利通关。如同前面所说的，这次的地层相对难度较低，宝石数量极高，就连最后的魔王关钥匙也不是一件难事。说着说着，就迎来了菲洛铁克城的大王凯米耶罗。这个看似章鱼怪的王会利用分身四散各地，勇者们必须找到头上是红色的本尊，对其进行攻击。但是对于已经尽力升级暴击伤害的勇者们，这真的是小菜一碟啊！三两下就将大王解决，顺利获得海量宝石。进入后面的小房间后，也能得到新的秘宝——时光透镜。这个时光透镜能看见过去，探索过去的太索斯。简单来说，以前没有坏的，透过透镜就能重现出来，你就能过去了。相信这也是我们前进下一个地层必备的法宝。离开菲洛铁克城后，勇者收到神的通知，即将面临最后的挑战。我们必须前往塞克塞山冰峰，寻找第四座地层克莱欧玛神庙。看来离世界和平不远了，但这条旅途能顺利过关吗？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不错，记得给我们一个赞，并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，让我们知道。如果你是肉粉，拜托拜托，先帮我按一个赞。吃饭配肉肉进度番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